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健康中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随张东武老师来学习陈氏太极拳新架一路的姿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进行禅师镜练习。单手正面禅师，走，顺禅，逆禅，向下为顺禅，向上逆禅，好，换手，走，顺禅，逆禅，顺禅，逆禅，好，做双手正面禅师，走，双手的两个手都在画圆，穿掌外翻，穿掌外翻，好，变后捋禅师，后捋，左手逆禅，右手顺禅，右手逆禅，左手顺禅，是在不停地转换，随着重心倒换，好，变做侧面禅师，单手的走，转，穿掌外翻，结合重心倒换，好，换手，走，穿掌倒重心，翻手，好，重沉，然后撤步，走，这是前棚后捋禅，左手逆禅，右手顺禅，然后变，变了以后是右手逆禅，左手顺禅，好，收，换步，走，前棚后捋，前棚后捋，好，收，下面我们先复习一下昨天学过的内容。走，走，
好，棒。下面我们把今天要学的内容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天我们学习旋风脚、右蹬一根、眼手红拳三个动作。好，从红心拳开始。走。疼。走。开。走。走。走。下面我们学习旋风脚。旋风脚这个动作实际上就是武术里面通用的叫离合腿啊，大家看一下，先从正面给大家示范一下啊。红心拳以后，这个向下，左手逆缠，右手顺缠，然后前棚上捋，移重心，收腿，收过来以后一起捧起来啊，提膝，这时候要注意膝往上领，与这个肘相合啊，然后两手一开落步相合，这时候落下来的时候脚跟先着地，然后两手合住以后向内逆缠，然后外捧啊，逆缠外捧的时候下面脚呢，你看以脚跟为主向外摆啊，这个要摆到位，向外摆，移重心，两手向内，然后呢左脚以脚尖为轴旋转啊，向内旋，不要这个脚是蹬直的不行啊，整个这个腿都要旋过来外撑，然后左脚踢起来向上啊，踢起来，同时两手横开啊，这横开的时候用左掌击打这个左脚的内侧啊，成这个姿势啊，横着击打，这里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在这个击打的时候呢，后边的手右手往往这个容易这个丢掉了，所以这击打呢是双开啊，成这个姿势双开，然后旋转过来，注意这个按照这个咱们演练的方向再看一次啊。红心拳，一、二、三、四、五，横出去，合，到这。我们一起把旋风脚演练一下。过来，红心拳，走，一，移重心，捧起来，二，三，收，移，四，落步合手，五，前捧，六，转合住，再动，好。做这个旋风脚的时候，还是在打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踢起来以后要利用这个离合这个惯性将身体整个旋转过来，先是以脚跟为主摆脚尖哎，捧出去，然后击打以后呢以前脚掌为主旋转，走，旋转正好转过来虚脚点地啊，另外在击打的时候同时横开然后下落，再看一下啊，横开下落正好合住，好，让我们再来一次，过来红心拳，
好，一，一中心捧起来，二，三，收，一，四，落步合手，五，前捧，六，转合住，别动。下面我们一起学习右蹬一根旋风脚，以后来看一下正方向的啊，合住啊，虚脚点地，然后呢两手这个逆缠向上捧，开左步逆缠上捧啊，这时候打开，然后重心呢由右腿向左腿上移，顺缠下合，收右步，啊，收过来，收过来以后呢，在这你看，就又有一个那个小的松弹劲，松弹劲呢，主要是一种你看折叠，到这以后，可以这样发，也可以就是很协调的放松一下，然后。双手你看逆缠握拳，逆缠握拳提起来，然后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个屈膝松胯，膝随着两手的上提往上领啊，就好像是膝上拴根绳子，两手把它提起来一样，这时候要整个身体放松，然后向外还是双掌打开，与向外这个蹬腿同时三个劲，这是个同时的，做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上提放松，然后这样子打啊。好，按照这个正常演练的方向我再做一次，我过来以后开步，双手逆缠上开，移重心，收腿啊，双手相合，然后逆缠提起来，双手打开与这个腿同时，我们一起把右蹬一根一起演练一下，转过来先按正常方向合手，开步上分，移重心，收腿下合，松抖，收，抖，收，好，转过来，面朝这个正面再做一次，啊，合住，虚脚，左脚，啊，然后开步上分，移重心。收脚下合，这里松抖，双手握拳提蹬，这个动作主要是还是要注意在蹬出来的时候要有旋转的劲啊，不要仅仅就是一个向外的蹬劲，提膝外蹬的时候腿上要有一个旋转啊，这时候与你这个双手这个抖弹同时，这个三个双手向外开与这个蹬腿呢，这个力量一定要是同时发出去，这样走。下面我们学习严守红拳啊，在这里严守红拳是我们前面已经学过的动作，但右蹬根以后啊，这一个衔接非常重要，这个衔接呢实际上在咱们这个亲家里有的呢就叫这个叫海底翻花啊。好，先看我做一次，面朝大家的啊，这里蹬完以后要收，你看收过来形成一个蓄劲，然后左拳向下，右拳上提，这个时候把身体呢转过来，这时候脚呢
以脚跟为轴扣脚尖，是这个地啊。蹬完，手双手握拳，以脚跟为轴扣脚尖，转身，然后往上拧，发这个力，发这个力的时候，右拳上拧，然后向下用拳背向下砸，啊，向下砸，这是要结合一点这个腰劲下砸。下面左拳呢，向上啊，向上拧起来又向内合，内合是这个劲，啊，这个劲在右蹬一根以后，啊，蹬完直接收，然后转身红石，发这个力，这个劲做完以后，手往上，往上，左手呢由拳变成掌，往上有一个合，这时候结合正脚开步，正脚开步，啊，出来，然后严守红拳的啊，这一个发，然后收，严守红拳，严守红拳的动作就不再细讲，主要是这个衔接的动作。下面我们一起把严守红拳练一下，转过来，从右蹬一根提起来，蹬。收回来，转身，走，然后续走，开合走，好，面朝这边再做一次，提蹬走。这个动作我们在刚练的时候容易掌握不好自己的重心平衡，所以说蹬完以后呢，要注意这个自己马上看要蓄好劲，就是松胯下沉，一蹬完松胯下沉先合住，然后转身啪，转身与这个发力要一气呵成，把这个劲打出来。在今天的太极拳法讲堂，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旋风脚的用法。旋风脚，看这里我们合手以后，像这个外摆脚尖一个向前那个棍膝的劲，这里就有一个用法，小的动作，比如说在推手啊，或者是这个接手的动作当中，我们这个你看下边的腿向外旋转，旋转以后呢，然后在这个角度上再往下棍，这样子的就有破坏对方那个下盘的重心平衡，直接一转，就起到一个棍压的作用，是这个动作。然后旋风脚呢，上这个腿的时候，在这个旋风脚，咱们在做的时候有一个向外，左手呢向外开，然后左脚呢起到一个勾踢的作用啊。另外它还可以在踢起来的动作当中，旋风脚呢它踢起来以后是直接踢对方的头部，然后用这个左手呢迎击打对方的面部，形成一个合力。所以说光旋风脚呢这有明显的用法，就有这三种。然后我们转身这个繁花舞袖连接这个动作呢，是对方如果起腿来踢我的时候，我这个一接对方的腿，然后呢这边呢你看是向下，是有一个这种向上勾对方的腿，然后呢
这边向上抬，这边向下压，为这一个动作。下面我们把今天学过的内容一起复习一遍，转过来，护心拳，手，手，落步，旋风脚，抽，开，合，松抖，提，走。连手空拳，走，好，在这个三个动作演练的时候啊，一个是旋风脚啊，这个旋转的时候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很多呢左脚没有踢起来啊，这个左脚直接就去往这边去击打了，这个动作它就没有这个旋转这个完整性。捧出去以后，左脚一定踢到最高，然后画弧甩过来，这样子旋转啊。另外一个难点，这就是右蹬一根以后，刚才强调过的，一定要有一个收，然后旋转发力，完整一气。好，让我们再来一次，转过来，护心拳，手，手，落步，旋风脚，抽，开，合，松抖，提，走。连手空拳，走。小满呢是24个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在这个时段，大麦、冬小麦等夏收作物已经结果了，籽儿粒渐渐的饱满，但是没有成熟，所以呢就叫小满。夏季是阳气最盛的时期，小满作为夏季的第2个节气，从这个时候起啊，就要调整我们的日常饮食起居，才能够平安的度过炎热的夏季。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调理呢？今天的健康生活小贴士，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从起居方面来说，小满之后气温是有明显的升高，雨量增多，但是早晚仍然会比较的凉爽，气温的日差仍然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降雨后的气温下降更是明显，因此要注意适时的添加衣物，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更要注意保暖，避免着凉受风而患感冒。同时也应该顺应夏季阳消阴长的规律，早起晚睡，但是呢这个晚睡啊也是要保证睡眠时间，保持第二天的精力充沛。我们再来看第二点，这一点呢是要从饮食方面来说，进入小满之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来消暑降温，但是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所以饮食方面呢一定要注意避免过量的进食生冷食物。另外，小满之后不但天气炎热，出汗较多，雨水也是比较多的，所以饮食调养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常吃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比如说像这个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以及黄花菜等等。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这是从精神情绪方面来说的。小满这个时节呀，风火是相边的，人们也容易感到烦躁不安，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调适心情，注意保持心情的舒畅，心胸宽广，防止情绪剧烈的波动，这样呢情绪波动的太厉害，容易引发高血压、脑血管意外等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呢可以多参与一些户外活动，比如说像下棋呀、书法呀、钓鱼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来颐养性情，同时也可以在清晨参加体育锻炼，像是散步、
慢跑、打太极拳等等都是不错的。但是要提醒您的是，不适合做过于剧烈的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伤阴也伤阳。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健康中原。